这是今天开始开卖的 iPhone 8。那我们今天手上要开箱的是 iPhone 8 Plus。那从包装来看的话，其实跟之前的 iPhone 7是一样，都是特别去 highlight 它的机身背面的部分。那从旁边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看到说，因为这只是金色的话，它旁边的 iPhone 字样，它其实也是用金色表示。那从那个外面的胶膜来看的话，苹果现在也开始是采用就是更容易拆开的设计，所以像我们这样一撕，其实就可以把整个盒装给拆开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开箱。盒装的部分的话，上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基本的使用说明书，跟每个 iPhone 产品里面都会附赠的苹果贴纸。那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手机之外的话，这次底下还是一样是会附赠 Lightning 的有线耳机，那一样也是会附上 Lightning 转一般的 3.5mm 的耳机线口，那底下的话就是标准的 USB 转 Lightning 的连接线，跟一般的俗称的豆腐快充电器。